腾讯体育11月3日讯2018中超第28轮的一场保级大战，重庆斯威主场移到一天津泰达，费尔南多为主队破门，乔纳森则雷克队扳平比分，此役结束于今两队同积29分，重庆斯威凭彼此胜负关系优势压制天津泰达排倒数第三。比赛焦点精彩回放，第4分钟重庆利用长传球策动攻势，费尔南迪尼奥前插到禁区弧将球控制住，费尔南迪尼奥随即带球晃过防守，在禁区边缘起左脚抽射，杨启鹏在门前稳稳将球抱住，大摩托怒射。第14分钟重庆前场左路策动攻势，费尔南迪尼奥接彭先利横敲突入禁区，后起左脚大力劲射，击球擦球门远端立柱飞出底线。一分钟后重庆策动反击，贾尔德克带球摆脱防守横敲中路，冯静禁区弧附近接传球，随即起左脚远射，杨启鹏倒地侧扑将球扑住，大摩托怒射偏出。第17分钟泰达组织进攻，赵英杰在中场中路接到阿奇姆横横传，赵英杰随即带球推进，突然起右脚大力远射，击球高出横梁飞出底线。第21分钟泰达在前场中路距离球门30米处获得任意球，乔纳森主罚起右脚攻门，随雷杰在门前双旋将球击出化解险情。第27分钟冯静在前场右边路接到彭新力斜传，冯静带球内切晃过彭恩瑞突入禁区，在底线处面对门将横敲，杨启鹏挡了一下，顾浩随即完成解围，冯静射门。第31分钟重庆前场中路策动攻势，卡尔德克禁区弧接到彭新力斜传后带球晃过防守击脚射门，泰达后卫加邦华铲封堵，费尔南迪尼奥沿左路突入禁区高迎球横敲，埋伏在门前的费尔南多迎球射门却踢呲了，重庆错失良机，小摩托错失机会。第36分钟重庆前场策动攻势，卡尔德克禁区弧附近倚住防守人接队友斜传选择回敲，丁杰迎球挑传禁区，费尔南多反越位前插突入禁区，面对气门出击的杨启鹏伸左腿将球卸下，费尔南多随即晃过门将推空门破网，1-0重庆大破僵局。小摩托破门，小摩托进球慢镜头回看。第40分钟泰达完成战术角球配合，乔纳森在禁区内接马蹄将左路传中投球攻门，皮球被防守队员挡出，乔纳森随即在禁区弧迎球起左脚抽射，皮球击中谢雷军腿部发生折射后钻入网窝，经由 VAR 确认入球有效，泰达将比分追为1-1。半场结束两队战成1-1，乔纳森进球裁判根据 VAR 提示进球有效。第51分钟泰达策动快速反击，埃奇姆彭带球推进到前场斜传左路，彭瑞前插截因突入禁区到三角回敲中路，乔纳森无人盯防情况下迎球起左脚扫射，但皮球稍稍高出横梁。两分钟后重庆围攻对手，冯静禁区弧迎球起脚远射将球打飞，乔纳森错失机会，冯静射门高出。第59分钟重庆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，贝尔南多主罚将球传到禁区内，泰达后防线集体前压造越位，贾尔德克前插到门前抢点头球摆渡，无人盯防的丁杰在门前起脚扫射命中，泰达帮面向裁判示意对方越位，经由 VAR 确认主裁判判越位在先，入球无效，重庆进球被判无效。裁判查看 VAR 慢镜头回看这个越位球。第66分钟重庆策动反击，彭新力带球沿左路突破传中，贾尔德克前插到门前力压巴斯蒂安斯头锤攻门，皮球稍稍高出横梁。四分钟后陈雷右边路接传球传中，谭旺松将球踢出禁区，埋伏在禁区弧的丁杰迎球把脚远射，杨启鹏在门前将球抱住，丁杰怒射。第82分钟刘宇将前场界外球置入场内，彭新力接传球摆脱李元一后在禁区外突然击脚吊射，杨启鹏门前跃起将球摘下，最终两队战成1-1。数据分析，通过临场数据可见
重庆数据端占据明显优势。控球率上，重庆高达 66.7%， 泰达则唯有可怜的 33.3%。 任意球数据，重庆 19-13， 角球数据，重庆 4-2。 射门方面，重庆全场14次射门，4次射正，攻入一球。反观泰达全场9次射门，2次射正一攻入一球，可见两队在临门一脚的把握上均差强人意。赛后声音小克鲁伊夫，今天我们想赢，当然我们在1-0领先的时候应该更好的把比分守下来。我们把对手的防守反击都防得很好，但对方通过角球扳平比分，我们全程都非常的拼搏，想去打进更多的球，但整体来说我们踢得不够好，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，但我们仍然活着，我们的目标没有变化。如果说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与对手积分相同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保级成功的。实地立刻赛前我们带着三分的心来到客场，比赛的过程让我想祝贺所有的队员，队员们在场上的拼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他们都在为了捍卫天津的荣誉。目前只有贵州确定降级，上海上港有可能取得冠军，其他都没有定数。双方阵容，重庆力帆首发阵容 4-2-3-1， 门将17隋维杰，后卫9刘宇，19唐家树，26袁敏成 U23， 23陈雷，后腰8丁杰申，彭新立，前卫30费尔南迪尼奥，32费尔南多，7冯静，前锋27贾尔德克。天津泰达首发阵容 4-3-3，门将29杨启鹏，后卫16彭瑞，15巴斯蒂安斯，26曹阳，11谭旺松。中场25麦提江，22郭浩，21赵英杰。前锋7阿奇姆彭，9乔纳森，27谢维军。 U23 64分钟8李元一门出。